你也是驱魔人啊? 凭什么? 儿歌三百首 打死他! 我打死他! 小心一点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！小姐要不要帮忙？要。怎么办？滚开！好。这一下真的疼疼疼疼疼疼！我来了！荒山野岭，能着的是个算好运呐。那你会跳舞吗？哎呀！住手！不要打！